想求好运吗？那就来试试摸春牛。放过去，金银在多地。哦，恭喜对。阿姨讲的头头是道，蒙古桃，让你子孙拢出头，蒙古角，让你事业稳当当。每年是没有办的那个春牛啊，招财啊，台湾很好啊，台湾厉害。台南镇同鹿耳门圣母庙以往每年都有绕境鞭春牛，总是有数千人朝圣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，庙方只保留了摸春牛，但是还是从早就人潮络绎不绝。除了摸好运，高雄的港口慈济宫也有吃出平安。庙方维持大年初一发放平安面跟寿桃，只是数量缩减到1200份。就是大家喝彩桃，好啊，吃寿命，啊，吃平安，搁吃寿桃。因为疫情担心群聚，过年期间很多庙宇活动都取消。新港奉天宫往年最刺激的子时抢头香，今年也改成12点一到开庙门插头香。虽然今年不是一堆人往前冲，而是由庙方的董事统一向妈祖插下这虎年祈福第一香，但希望今年不论在哪里，台湾都能够一路平安，民众都能够健康快乐。华视新闻嘉义、台南、高雄综合报道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